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来了》，我是 Rita 阿 T。今半夜在节目当中有一只主题是发布，大家看今半夜吼，我当当做了发布的容妆吼，好看吗？大家讲到发布，会想到乜嘅？会想到安尼客家嘅发布么？台湾嘅客发布么？到底安尼客家厉害吼？天然师台来进步，韩国里啊越来越多后生人希望加入自家嘅想法，来安尼客家正正嘅东西留下来，变成安尼自家动有。特色嘅发布，为上当用扮演呢？伫今半夜嘅节目当中是分享本大家来认识的。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嘅局长，老设计师到现场来探一下佮到最新嘅客家发布嘅贴片嘅展览哦。你实实先来欢迎安尼嘅局长洪明光局长，同大家问候一下。哦，大家好，我系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局长。好面孔，今日当欢喜了也未？啊，欢迎邱总，今日带来讲讲嘅发布哦，哈。个一摆发布阵呢，同大家向下来分享，系呀，青海上嘅石碣石来欢迎宋志浩，志浩你好。大家好，乃系宋志浩。我是一位印花设计师，很高兴能来到福气来的这个节目啊！欢迎欢迎！刚刚只有讲其实当初印花的设计师吼，大家讲印花诶，手本大家看到现场有按到按奖的色水啊吼，而且我先邀请邱总同大家了解一下，今日现场吼，人讲懂起色，懂电影下很鲜明，很可爱的。嘿。我哋桃園市客家文化館，搭階段吼，主要辦活動，一般人主用客家花布應季展吼，主要係人客家對花布，會想到花布做客家吼，不過一時代有變吼，真嘅冇同樣嘅花布，愛創新，變客家會會。当欢喜，哎呀，人讲讲的吼，就后生的还会接受了吼。目前你的印象，谢谢个发布做太发布吼，冇出同化，也几十年来应该会改变吼。而且就有按人想法，所以做一个按人贴片展。嘿，我知道吼，亚拜亚发布吼。应该因每因为吼桃园来做，我做亲有桃园嘅特色哈。其实同人介绍一摆，其实有三款新嘅发布诶。也吼像俺桃园嘅升级亭，叫个发布哈，还个路边花，吼，还个布马舞，也三种款式哈，就同俺菜地文化结合，出来就冇重要诶。我要用桃園客家嘅公仔當成啊代表性嘅吉祥物啊！叫做阿弟阿妹，阿弟阿妹哈！個人看到現場有青豆嘅發色，大家就講哇，真的很可愛誒！懂文創啊，要講懂色合拍面色子，很適合親子吼。個人出來唱高之後啊，之後你在設計這一些的時候，特別這三款，我覺得很有這個我們桃園味。听说你自己花了很多的心思，是吗？是，就是当初接到就是在设计这个案子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是台中人，我本身对桃园没有到很熟，所以说，因为像以客家山城来说的话，最有名就是台山县，所以说我从我住的石冈骑摩托车骑到就是龙潭那边，对，就是一路上就是从龙潭，然后。龙潭大溪这样绕了桃园一圈，去看桃园在地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客家景点，还有一些客家文桃园的客家文献，所以说又设计了三款在地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些大家都熟知的一些符号，然后把这些故事转换成这样的印花布的设计。哦，估计刚刚讲到。俺桃园吼，当有名嘅啊吼，比如讲，人家甲曲总有介绍，我之后我对一个懂好奇哦，这个是我这里拿起来看，这个是布马舞，布马舞是哦，你给比如啊哈，这里有三个布马舞，对，当初因为布马舞它主要它的设计意涵，因为布马舞以前就是农家。就是农村的时候，大家在娱乐的时候会出来跳。那他做港中的时间是，那他也有就是高中状元的时候，就是状元回来的时候，然后村民会穿这个跳舞。
对，所以说就是把阿迪阿梅跟那个状元郎把它设计在里面，然后加了一些跟桃园在地有关的一些农特产品，像这是大溪豆干，然后观音莲还有杨梅，对，在里面就是有一种就是祈佑祈福，就是祈求那个农场丰富的意思在里面。哎，那你冬季上呢？大家都会喜欢一种的哈。好。嗯，我也是一款系冬油代表性，也是淡香桃源油吗？也是讲客家庄其实都有安尼。应该客家庄全部有。嗯，就等于客家的代表。好。桃源做的啊，全世界有客家的地方都做得有。嗰个还有我知道，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哈。个路边花哈，哇，讲讲个路边花，人有讲阿梅花哦。哦，人讲一下五年哈，送给妈妈嘛个，兔妈妈去看路边花，要买一个路边花的发布送给妈妈。还有这个斗笠跟鲁冰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结合哎。对，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鲁冰花以前就是早期鲁冰花那个电影很感人，对，然后他就在龙潭那边拍的，对，所以说茶园去的，对，因为像鲁冰花它其实就可以变成茶园的一个养分，那以前其实很多采茶女都会在那个梯田那边采茶，然后你远远在看的时候就很像一朵一朵一朵的小花在梯田那边就是会动就对了，所以说它之所以会叫顶顶立茂花，就像是一朵朵会动的小花在上面。对，哎，邱志宏讲到安尼吼，你细细时节有看人摘茶果吗？有啊，有啊。外面有听阿妈妈去摘果茶。真奇呢，哥，我发觉摘茶太体嘅欢迎噶。大部分记得带点礼物，给包给布诶，其实就会用客家嘅发布咧。错错错。哦，嗰日系有，我知道有一个安尼师台正文，一个传神嘅蜜桃。错，有安样蜜桃。嗯，个台湾嘅山系清江嘅，那里面好像有一只鸟，是不是？对。给嘛个雕诶。因为像就是因为大家都因为知道就是客家山歌很有名。所以说，就像我觉得唱歌就像是小鸟一样，很自由自在那边叫，对。所以说我就藏了一个小鸟在里面，对，就希望它一样就是自由自在的感觉这样子。哎，有吃到之后哈，还有三年的上班哈，哎，挨到两三岁时差不多，就安尼还有较新的创意嘛。有。好，看又等一下，老去做下卡通安尼的感觉。好。第三款呢，也摆最新的发色。是，第三款最主要它叫圣基亭以及栀子记，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最主要目前桃园它保存最大最完整的圣基亭就在桃园，对，所以说呢一开始像是因为像一开始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我觉得圣基亭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对，所以说我就把就是圣基亭里面像一开始就是大家会收集栀子，就是有栀的栀，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很神圣的，所以说又像我们的资源回收的概念，那他们在特定的节日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栀子然后挑到圣基亭前面去烧掉，之后再把这个灰烬收集起来呢，倒到河流里面，然后希望河伯将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意带回去天上，所以说就把整个仪式的过程跟故事把它元素化，就变成图鉴在这个里面。哇，哦，我吃到安尼东好，刚刚诶，邱总有讲到吼，青苔的生长亭，就系啲龙潭。应该系全台湾最完整吼，最台诶，最台湾龙潭。龙潭咩啊？第二条路做很多圣亭路哈，做安尼来诶。我于当年八月份吼，做拍一只松生节，哦，出家这个宋先生讲诶吼，安尼发通。这要发通判的过程哦，那你会懂祖宗口语，所以爱唱神明啊，哦拜神明，全程用客家话来推广。哇，当真呢？因为我知道也是一个有一个感恩的心。刚刚讲到除了资源回收以外，我们珍惜哈，珍惜资源以外，可是也是一种当真下讲啊，人有志，人做的好下事，人做的老人的心意哈，当恭敬的哈，哎，感谢天地安尼的感觉。嗯，古时候也是青苔保留青完整，算是古迹嘞哈，就滴龙潭人家呀，圣基亭哈。啊，就讲，我要想到我细细时节哈，阿公阿婆就会讲，你该树木丢到，你该有死的纸怎么得丢到，不可以踩到有字的纸张，因为呢，也是一种尊敬。
啊，忙不读书唔是咯，咁有安尼。哎，他感应，对呀，金石石狮哈，金子石狮诶，当注重啊。哎，所以他感应当注重教育、读书还要教育。古圣人讲吼，客家人青岛培养生人吼，树土到青好，出当道嘅人才，就会以咩安尼啊？错。哦，啊，今日啲节目当中，可以同大家轻量来介绍，嗯，桃园也嘅展览，又当道神奇一本大家，做啲感受到看到杭州嘅同事自家来做哦，请大家先聊一下，继续进到福气来咧。大家进入福气来咧，听到 Rita 啦，安尼来宾强下来看，安尼客家正正嘅信息发布哦，安尼突然来展出了客家发布人气展呢，首先哈，安尼嘅方面讲好曲奖，啦安尼嘅设计师介绍的安导哈，安尼再一次来分享记得哦，分享曲奖，分享之后曲奖同大家来收集一下亚伯嘅展览，先同大家讲时间好冇？好，突然客家发布人气展哈。从金碧开始到五年二十四号，八月休馆，然后早晨八点半到下午五点，欢迎大家来看看聊聊啊。好。从龙潭哈，桃园市龙潭区中正路三零到五百号，桃园市客家文化馆。坐啲龍潭嘅，希望大家嚟到也好，桃園客家文化館嚟到也會做啲看到正正嘅客家發布展咯，嚇。個因講到發布，其實要動到嘅變化現象嘛，嚇。係呀，因曲中要帶來一個變化嘅時態，發布有冇曲用嘅發色，個冇曲用嘅安尼嘅風格。係，發布嚇龍放置誒嘅技術嚇。有变化了哈，也按多年来哈，我其实一开始，五零年代，就是小碎花，董秋爱按的，是吗？哎，有点小碎花。对，到六零年代哦，做牡丹花，哈，做当富贵当凤哈。清党人结婚的时节，就会用牙的。错。六零年代，卡通。引进来之后也有用一些卡通的就加 Q 版的对给花布然后八零年代都有俩哈差不多二十两年有个童花季我们办的活动所以俩哈刚大量用呀童花好所以金碧人家推出来出某穷用呢就像那些金碧也三种款式的吼，就希望讲，后生的能接受，客家的发布，某个印象就全部是东西啊，就其实就太发布出客家，其实冇重要吼，啊像金碧人头颜是抢到要送先生吼，给侬按文化结合做出来东西就冇重要吼，希望反转，嗯，大家对客家人。发布的印象，没运用到神发动画中哦，哎，大家对呀发布的接受度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知道人客家的神发的美好冇穷用啊。嘿，当时候曲总，因为青岛之后，一个后生人又想法，因为青岛寄来同人来做设计呢。哎，像亚碧讲。哦，志浩这东西怎么会跟我们这个桃园结缘工？后你去了同 N 赛给新式的客家花布呢？是其实一开始最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个品牌，然后它是其实去主要一开始就有在做一些跟客家文化的花布有关系的一些产品。那刚刚好就是因为机缘上面看到就是桃园客家文化馆他们想要推出跟桃园有关系的一些文化商品所以说我们就是借由这个机会对就刚好就是有合作的契机对
都都好有些客家字体，就讲你住在台中，唔过就待得好老总，比较没有机会说客家话，对不对？对。也是应该后几笔把我们客家捡回来，把来加入自己的 DNA， 把它强化。哎，做得来好客家话哦。是，对。像其实我也是因为其实像我会有做这个客家的印花布，也是希望说，一开始的初衷就是认识自己的文化。嗯，那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其实我不太会讲客家话，但是实际上我在做填调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客家人。对。这样子喔，你看，我本人也曲中也一个同意中山鼓励，因为这样子本身都会好生意做得加入，大家有这样的认同，其实人就说有感觉喔，神奇喔，好教喔，就是说原来我这样的客家人呢，我要认真的学习客家文化，你知道吗？好，是啊，刚讲到一个展览，还是当天拍出来，你做得看到有当地无穷用的商品喔，有拖鞋啦，有漱口袋啊，有漱巾的啊，还有纸胶带啊等等，然后个大家做的自家来做，属于按自家的手提袋是吗？哎，做的系，嗯，你要摆有一个 DIY 的动手区啊，哈，他来，等下来做看那没得。好啊，有正品，好，我们就是有准备压给啊，你给你木鱼三斤都买纳到了哈，你系。完全是拍的，你自己做的炖银呢？自己地图啊，炖乜个银呢？当然是老，哎，你俩摆展览有关系，就跟我们的主视觉有关系的。哎，错。哦，大家讲到了主视觉，哎，看俩重视的，大家记得了哈。到五月二十四号的土人客家文化馆的两摊俩单位哈，俩发布地图有动到东西，比如讲有乜个，俩是有乜个呢？有个。白宫啊，白宫有白宫，哎，好，韩国那地宫，你是黄锦花系冇？去办的是不？错。哦，古时候现场就有动到太太细细的东西，现场还有准备牙印呢。错。好，一边做一边本黑家看一下，好。像 Rita 俩偷钱，我俩是早餐。早餐，没有听过。爱讲三个，叫做金芒糖果三个，从一开始啊，传三个不认糖。哦，也是早茶的人，好，各位叫做你先吗？给，你先给什么给？好，这个秘诀是把这个印尼拿起来，大概是讲都现场做了底啊，因为按用因，伊个色水样袂合均。引出来两杯酱，我喜欢紫色，难以选择，每一个都很可爱，是不是？志浩，你那朵马改秃，你那个是什么？那是小叶子。小叶子，好像是。还插迷吗？大家都现场这个印章都会有解说哈。韩国呢，大家到里面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这个 dress code 哦，是不是我们要穿花布？卷发布衫。你就可以自己来做一个，然后再合照，所以 TPU 又感够好，我已经下去了。是不是要蛮用力的，然后要停留一下？对，好像是。好，给个色水，再为它讲，才会均匀。哎，有哦，第一个有成功。哎，我发觉也跟人工的可以抽散呢。我印出来的时候才觉得，有吗？这是一座山。对。给它照茶。哎，这个细节都很用心呢。嗯。好可爱哦。然后它白白的是梯田。哦，压黑梯田。对对对。哦，你做的印一个，压黑这种做的印洞洞的，压黑各有八公呐，各有压黑。哦，这个是要捕鱼的时候。好。也没，也出发了。嗯，我也是做五个嘅。哦，也是。千古，千古，系。好，咁也是发。古时候有动刀嘅，所以做得做现在嘞。嘿。啊，大家做 DIY 就做得做动球，会意犹未尽哦。啊 ，TP 讲咯，是不是也鼓励大家哈？你可以，你做得做，你知道懂适合嘅发布衫，你做好嘅时间就按你翕相，也就会秀赢一个专属嘅。我们做的印亮面，
也还单面安尼全部就做得了哈。也没做带转衣服哈。好，也就送本 M A， 做好就送本 M A。哈，哥，韩哥，哎，这种也哈，你单枪好压给发系冇？有当当冇穷用嘅。好，大家可能哦，也属于属于自家嘅，也是系自家嘅哈。好。哎、欸，你看，你也有故意给做好的，是吗？是，还同大家来解释，还要出当当无穷用的音呢。是，要出应该要给杂茶给你。要出坚固，哎。哦。哎，那你永安渔港哈，这边有坚固哈。也是一个动生态的哈。哎，错。期盼的时间，没是一个。全国上。全国上。穷下坚固哎，当有意思。然后要出八公，然后要发。无穷用嘅色彩吼，表现出来就无穷用。哦，我所以阿爸就希望太年岁子吼，出做得穷下来做。今日感谢曲总吼，上节目同大家来分享过，有自家做嘅 DIY 吼，希望大家做得自家好嘅发布衫，无论系几零年代的都可以哦，但请你喜欢就做得咯。感谢曲总，感谢。等一下吼，之后要继续同大家分享。伊阿爸吼来做一个设计，也是讲去投入。客家族看到无穷用的客家经商方面，对其有乜嘅影响，有乜嘅感动呢？请大家聊一下，继续进到福气来了。大家转到福气来咧，今日伫节目当中，本大家看到哇，新式嘅发布，当有客家媒体嘅发布哦。头先介绍到丰富精彩，还有呢，下下来呢，邀请咧设计师继续同大家分享，佢系咧引发设计师，我是到非常嘅特别，再次分享之后，你好，前面你说到你系咧引发设计师，印花设计师哦，所以也引发，大家会觉得印花。只是花布吗？你们对于印花的定义是什么？最主要其实印花它最主要它的意思是就是把我们所谓的图样跟花纹印到所谓的布料上面，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叫印花布这样子。对，那其实不是说花布就是一定上面要有花才叫花布，不管只要有任何图案在上面，我们都直接简称叫花布。所以那个花是花色的意思。对对对，就是图案的意思。好，对，所以爱想呢，设计师叫动作的作品。该安妮俩，哎，你问爱问你讲，安妮是来抢搞设计师，请问你觉得目前为止你自己最喜欢什么样的设计？哪一款花布是你最喜欢？我最喜欢就是这一款鼎鼎立茂花。哦，对。就像我刚说的，我就是骑摩托车从台中到龙潭去看，就是桃园的一些客家文化的一些景点。那因为我本身的话，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就是实际观察跟实际去做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我很喜欢台湾的一些山的一些元素，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自己那种内心的感觉，再加上一些想象力，就像我讲的，就是一朵朵的斗笠在山在梯田里面，就像一朵朵会动的小花，我觉得这样子是很有趣。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子把这种感性再加上想象力的东西融合起来，在一个图像里面，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很有画面哈、Rita 这个时候呢，又这样的发色了，懂吼？不过我晒给出这样的发色，其实该蛮简单。你要怎么样把这个花色设计的恰到好处？怎么样又丰富又浓郁，可是又不杂乱？其实它还动态很稳呢。我觉得这个很难呢，因为其实。因为我还在找我自己的设计风格，那但是其实在每一个设计的设计案，或者说我们想要推出新印花的时候，都可能都会考量到，假设你这一款印花你想要推的对象是什么，如果假设是亲子或是比较年轻的时候，那它的视觉跟图案可能就必须要比较简单或是怎样之类的。对，就好像也许我以前的一些作品它是比较抽象，因为我喜欢
就是给他看抽象的，但是我不讲任何话。可是相对的，他其实对于你可能碰到一些对象的时候，他大家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对，所以说其实就是要看就是对象跟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再去拿掉说哎、欸、什么东西不要，什么东西比较能够达到效果这样子。对，所以还是有他诉求的目标。像金本英呢，之后没有带来去设计个程度。请这样来发声，今天有带来很多的作品，对不对？问大家来看。没错，像这个是，它叫做抽刀鱼的系列。对，就是，它为什么会叫抽刀鱼？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就是台中港的海边，然后刚好站在港边的时候，那个港边飘了很多垃圾。对，然后很多小鱼在那边一直吃那个垃圾。对，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心想说，对，没有错，我就心想说。如果说，因为我们都觉得人是有意识的，那如果说一只鱼，秋刀鱼，然后它多了一颗心，因为秋多了一颗心就变丑，对，所以说如果说它有了一颗心，多了一些意识之后，它会如何去想象它自己的这个海洋的世界？对，所以说就把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动画，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故事变成这三组图案这样子。哦，厉害啊！那这个粉红条纹是就是在水面上吗？就是、不是，这粉红条纹就是那个粉红色的塑胶袋。对，哦，我们就是因为里面的故事会有那个抽刀鱼，就是穿梭在那个粉红色的塑胶袋里面。对，所以说我们就打破那个空间，就是比如说像这一条鱼，然后它在那个条纹这样子出来。哦，对对对。韩狗听你知道这个是碗吗？不是，这个点点呢？这个是船。就是因为船，因为秋刀鱼有趋光性，对，所以说我们在故事里面有加了，就是秋刀鱼的故事，秋刀鱼在满月的时候，它会跳上去海面上，对，然后银就是会闪亮的刀，所以说就叫做秋刀鱼。所以说我们创造的故事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叫做满月的传说，就是在满月的时候跳上海面的时候，就是会得到祝福。但是因为渔船会有那个集鱼灯打很亮，然后秋刀鱼就会聚集，之后他们就被捕了。对，怎么觉得啊？就是又在我们盘有一个让捕的概念在里面。对，所以你系写抽刀鱼哦。大家系咪谈睇啊？之后啱讲动上嘅看见咧啊，样片哦，你们有做一个小小的影片？是。你请大家来看一下。大家都叫我抽刀鱼，因为我是多了一颗心的秋刀鱼。也许是我多了一颗心，常常对任何事情都感到忧心。我常说，别和条纹鱼打交道，那是恶魔的陷阱，是带来死亡的使者。他们总飘荡在海洋与天国大门之间。秋刀鱼哥哥与姐姐们不害臊地亲着那些条纹鱼，你看，被带走了。那天我不小心游进大嘴粉红条纹鱼的肚子，我四处逃窜，我很紧张，很怕赶不上满月。我们在传说有提到，在满月之夜跳跃着光之舞，每条银刃都能在月神的见证之下得到无限的祝福。方舟来了，他们要上了方舟，准备一同前往月宫。大嘴粉红条纹鱼的嘴张开了，我赶紧游了出去，他头也不回的继续飘荡。再见了，大嘴粉红条纹鱼，谢谢你放我出来，但满月之夜已过，我再也无法跟着大家一起要上月宫。我是谁？我是抽刀鱼，多了一颗心的抽刀鱼。
大家看到呢一樣片吼，丑刀鱼，还没起到讲哇，又请到哎讲诶，不都伫了画面当中，这个是志豪自己来做的动画，没错，哇，多才多艺呢，没有花了很多时间。希望透过了人发布的设计，还够做了短短的这个动画片哦，让大家对安尼的想法，对安尼几只 TQ， 对台词人有很深的连接哦，这是设计很好玩的地方，很有情感，很有温度哎，谢谢。嗯，还够英雄红奈，你拿的这几款，我觉得都好美哦。对，它其实就是花，就是像这是桂花，然后宝莲花，还有文心兰跟球兰，对，就是因为最主要其实很多花，它其实像我们熟知的大红牡丹花，其实我们很喜欢就是所谓的牡丹花、玫瑰花，就是很大朵的茶花之类。但是我觉得说，其实很多花它其实就算小小的，你仔细看也有它很漂亮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这组硬这组花系列它叫做Cheers for you， 就是。为自己喝彩吗？对，没错，为自己喝彩。对，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一样，我也不一样，然后我们都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展现我们自己的姿态，这样子。对，哇，刚刚那几号给讲哈，基的作品风格你还在寻找，但是我自己这样子看哦，刚刚好很可显冲，我们在桃园客家文化展的这些作品，它有一些童趣的，有文化意味，而且是鲜明的、可爱的。然后憨狗抱憨咪子嘎走，哎，我觉得里面是有温暖、有正面的感觉。是，是跟你的人一样。没有啦，就是我还是希望说，就是其实我们希望说，印花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很生活的，就是它可以进入到我们生活里面，但是有一些故事跟一些文化，它可以借由这样的图像进去到我们生活里面。它可能你不讲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图，但是其实你仔细了解的话，它是具有一些就是教育寓意在里面。对，该你哈动手来继续做嘛的事情，未来有什么规划？我们目前的话，主要还是以一些设计案为主。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本身品牌会有一个叫“志雄立足跨台湾”的一个单元，就是它会利用。这样类似部落格的方式去介绍一些台湾的一些文化，然后之后我们就是在每一周更新之后，在未来的话根据大家的，就是可能哪一个比较喜欢之类的，我们再从那个主题去延伸年度的印花这样子。对对对。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让大家来做评选。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搜寻什么？印台湾。YINTAIWAN。就是希望希望让推翻台湾的美。做一个美好的印记，把它保留下来，传延下去。嗯，哇，动展呢？所以我们很快应该就可以看到你们新的作品了。是，没错。好，大家早点来 follow 记得哈，印台湾哦，不然后上因他那都会鼓励哦。也期望你们的作品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感动。今天非常感谢志豪，希望你，希望。哇，今日了正正的了发布台本，大家还没有动到的感动呢。希望大家进步你个收看，大家记得到爱继续听您欣赏来做运动了，长来了。